中国区决赛胜部第三阶段第25至第36场比赛现在开始，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1号台，裁判员王丽婷，运动员于婷、张建刚。2号台，裁判员温天鹤，运动员赵云彪、奚守新。3号台，裁判员王鹏轩，运动员杨彪、单宏宇。4号台，裁判员薛浩，运动员吴昊、尹红星。5号台，裁判员刘东来，运动员杨航、马海涛。6号台，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陈志毅、孟凡宇。7号台，裁判员何洪亮，运动员朱龙、董毅。8号台，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赵宏毅、申重阳。10号台。裁判员张兴禄，运动员李恒、李贺。11号台，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赵汝亮、李小鹏。TV2号台，裁判员杜佳斌，运动员王攀、戴勇。TV1号台。裁判员徐谨言，记录裁判员傅一冉、刘法恒，运动员张广豪、王飞。下面比赛开始。开机选择听我口令，你俩要是放的话可以换一下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张广豪获得开局选择权。张金台球乔氏杯2006比赛开中始，式八第一球局国际大张师广豪赛。开球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庆勇。这场比赛呢，由张广豪对阵王菲，本场主裁徐谨言。比赛依旧还是咱们是抢九限时100分钟的比赛。看九号，开球时机。没有球进，开球时机。王菲可以选择自己进攻或者重新开球。继续打是吗？能拿。
右边啊，有十五号。左边十四可以过渡啊。这盘球关键还是屏幕左下方啊，四号跟十三这个位置，这是不太好交位啊，带口也是比较单一，而且白球交不好了，容易在走位线路上碰到单色球啊。走大了。十三也是非常薄啊，这杆球在进攻也是比较难。上方长台有十号，十秒，五四。稍稍打薄一点点，三号左边中带如果有下啊，现在这杆可以打三。还是角度不好，六号，基本上也是挡住了十一的袋口。这样的话，下方王菲要处理的地方还是比较多啊。十一没有带打，十三呢，白球位置还要求非常细腻。先过来打十一，中带黄衣有下，这盘七号看角度啊，有点大。七号较直推下来，四号有机会去借十一号力，这样的话，六号底带的带口就让出来了。这杆球推的力量有点重，七号较大了。再打话，要考虑 K 包边啊，四号 K 包边，再借力。轻推即可啊，直接就过来叫六，下中低杆呢就可以上去啊，轻推叫六，中低杆上去啊，来看三，够打啊，叫二号呢需要往上稍稍蹬一点点。看角度，能低杆直接控制住呢最好，不然的话再弹下方的底岸啊，再上来还是够。看身高，还是加杆，中
用立杆打击啊，黑把左边底带啊，左边中带，稍稍低杆拉的有一点点多啊。来看黑八，八号球中带，没问题。第一局张广豪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，王菲开球。看从球。打球也是没有球进，看看张广豪这杆怎么来处理啊？单色花色。10秒，直接啊，选了一个3号，没问题啊。看线路，勾到4，稍稍有一些运气啊。不过这杆球5号的这个位置，有可能还要多做一些考虑。尤其现在从5号跟14的这个位置关系来看，有可能右边是有下啊，就是右下方底带。看这杆角度还是有一点点啊，向屏幕右下方走的一个角度，可以轻打顶啊。
进球，看 K 球效果。稍稍啊，这个白球位啊，距离有点远，角度有一点点大。高杆推一库过来，六号同样也叫这个底带。擦白球，十秒，延时。薄薄进上方底带，八号球底带，够准啊！第二局张广豪胜，比分2-0。第三局，张广豪开球。再来看第三局，张广豪冲球。中带有出击。白球这个位置，看一下啊，选球。十秒，延时。这杆球传的还是有点厚啊。
再来推十号，看这杆球有没有想法啊？轻轻顶到中间，这颗花球现在有十三跟十二啊，仔细看一下，是不是一个自然角？从目前这个位置来看，十二号左边下方底带啊，右边上方可以传九，左下可以交位。十秒。再过来又顶到四，这杆球可是没什么好打了，看看会不会用带口球上方再过渡。够准啊，中间问题解开，还剩下右边的库边十四号啊，一个难度球。上方九号啊，不要打太厚，防止吸库。这角度不错啊，中低杆打进弹起来，左边中带十三号啊，再叫黑八。叫到下边呢，就需要高杆推下来了啊，角度也是很关键。黄衣这个位置呢，也挡住了一大部分线路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被黄衣挡住。还是推下来，这个位置啊，角度如果有一点点大，还可以推。黑八右边中带，下低杆发力呢，就是左边中带啊。球中弹，第三局王飞胜，比分一比二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。第四局，王飞开球。
三盘球，1-2啊。看这个王菲，局面也是不错，还稍稍带了一下红三。这样的话，现在这个角度还要再调整。还在走，顶到现在还好，上方11。选择9号，这个杆球线路上注意一下，轻推过来，10号角度有点大，下边11呢，这个角度呢也不是特别好。再走，打石还需要从下方再往上去、啊、现在12号这个角度呢，轻推基本上黄一是会挡住10号的，所以说这两颗球较位啊都是有一定难度，不好打，直接打底带。好，上去借10号力，这个位置能看得非常清楚，6号是基本没有的。10秒，延时。看白球放的位置，5号球有没有挡住啊？应该是挡住了一部分下球点。
抬高杆尾啊，直接扎跳，打薄，又 K 到三。现在这个白球位置，张广豪也没什么太好机会进攻啊。看这杆球，三号可不可以打？还是直接来防一杆啊？直接防。中盖准下，上面二六的现在这个位置来判断的话，有可能六号是有下的，二号一定要等六号打完之后再继续进攻上方底带。看角度，这个角度打六号还是不错啊。如果二号有下，看这杆会不会选二啊？打六呢，中低杆弹一库起来，继续用二啊，再向下过渡。二号有打，刚好啊，有一丝丝缝隙，这杆球打薄了啊，再来过渡，左下角啊，叫红三。最后来看七号的角度啊，去交黑八。稍稍有一点点角度，可以蹬。进黑八，三比一。四局张广豪胜，比分三比一。第五局，张广豪开球。中带有球进，白球再下来，这个位置选球就非常好选了啊，中带啊。单色球位置也是不错啊，
先把下网两颗啊，四二争取先打掉，再上去过渡。黄一搅红三，这杆三号看过渡啊，三六七二啊，可以这样去叫。黑八呢，这个位置最后可以选择右边中带啊。走的还真是啊，速度比较快，这杆球要小心啊，不要走大。七号尽量留一点点角度，再推弹一库起来，好，右边中段选择了一个两库啊，还在走，又是没有控制好力量。够了，还是前面白球过度啊，没有叫好位，所以后面打起来有点缩手缩脚。看角度，不要太直。这杆十五号还是有一些角度啊，但是再往下交位的话需要发力了啊，不能轻打。角度还是有一点点偏大啊，白球停不住。打薄，看有没有运气啊，上去，黑八漏了，不过这个位置不好判断左边够不够下。张国豪已经过来看了啊，应该是够下啊。是九号没有完全挡住这个下球点，保进。这杆唱台很准啊。第五局张广豪胜，比分四比一。谢谢。张广豪呢是来自河南新乡，王飞呢是来自于河北邯郸。第六局，王飞开球。
看六号也是没有球进啊，双方五盘球4-1啊，张广豪领先。这个阶段王菲啊，如果可以咬住啊，他在第二阶段打起来会很好打，最好不要被张广豪把比分拉开。反复再确认啊，这个白球位置。底杆回来看角度，角度合适啊，打五，右在底杆啊，向上，是可以把15号呢稍稍往上带一带啊。这样的话，4号球的位置啊，就可以进攻了。稍稍带的有一点点薄啊，我感觉上是应该漏了啊，尤其是在黑八附近的这个位置啊，打四左边下方底带是有下的。这角度也是不错啊，打黄一从2号来叫四，4号如果叫直呢，打进黑八可以叫右边中带。关键一杆啊，这杆球过来仔细瞅一下啊，尤其是白球尽量往前走一点点啊，还是稍稍打厚了一些啊，也没关系，角度允许的话啊，稍稍带一点力量啊，一用点低杆把15带跑，好球。第6局张广豪胜，比分5-1。5-1。没有迪瑞克斯，你敢说自己是职业玩家？想躺赢，就用迪瑞克斯。拿不到5杀，一定是你的姿势不对。迪瑞克斯，随心而动。NTT 俱乐部指定电竞座椅 ，DX Razer。乔氏可以分期付款了，详情请咨询400-6060-147。乔氏可以分期付款了，详情请咨询400-6060-147。乔氏可以分期付款了，详情请咨询400-6060-147。乔氏，中式八球领导者。启动快速模式吗？第7局，张广豪开球。打球也是没有球进，那这对于王菲来说啊也算是机会，对方冲球没有球下的时候啊，尽量看看可不可以拿分。先来看选球，你打一
白球下来，这杆球不算好啊。来看看再过渡，左边有中带，右边也有啊。白球一定要稍稍仔细一些啊。看角度啊，来调整，因为十号下边呢有个黑八，这杆如果你叫左下方的底带啊，白球不能往前走啊，要稍稍下点低杆。剩下就要看你十二号啊跟十四之间的衔接了。角度还可以啊，底带中带啊，黑八最后也可以打中带，尽量留一点点角度啊，向右上方的。第七局，王飞胜，比分2-5。八局，王飞开球。看看冲球，可不可以有球进？中带有球下，底带又来一颗。这个位置选球啊，单色也很好选，而且二号有可能左边中带是有下的，下面六衔接黄一，尽量六号教直推下来，黄一左边底带也可以这样去选择教位，先打七有机会可以把二号球解决掉啊，因为二号附近有十一，尽量不要留在后面啊。
上面两颗球过渡，下面一个六，一个一啊，角度很关键。力量太大了，反赛刹车啊，也是没控制好。十秒，延时。长台进攻，打进再过来，还是大角度啊！再进攻还要拼。上面三，下面一，这两个球手夹位置都不会特别舒服。刚好王菲是左手，架架高，下面有球啊，太薄，这样的话啊，张广豪有机会了，上面四颗球啊，难度不大，关键下面一个十五号与十三号之间衔接，首先打中带可以上去把十四号打掉，再用中带十一调整。这杆球先打十三吗？先打十三啊，也可以从下边再绕上去，这样的话黑八下面留一个十五号，看角度啊，黑白叫中带还是叫底带，正常打进啊，轻轻一点就可以，还是叫底带，第八局张广豪胜，比分6-2，六比二。第一阶段啊，还剩一盘球。张广豪对自己刚才的出杆啊，那个中带也是不太满意啊。他或许觉得白球是到位了，但是手感上不好。九局，张广豪开球。
黄衣稍稍转了一下，也是没进。城台进攻，有留机会了。花球的位置呢，十一这个位置需要找机会去处理一下，其他的花色球的位置还是不错，而且十一这位置一旦处理好了，黑八应该后面在进攻的时候也比较好打。先来看十四，还在走加杆或者左手，左手啊，一打一 K， 黑八再弹起来，打十一上去啊，最后可以用九号叫黑八底台。看十三号位，十三打进，十二叫十，十叫九，九叫八。白球尽量啊向屏幕左边多走一些啊，中低杆啊不需要吃库，高杆推也行，白球停住即可。打进黑八，七比二啊，第一阶段九局，咱们休息五分钟。发力低杆，第九局张广豪胜，第一分。啊，这个杆球还自己秀了一下杆法。官方暂停五分钟，五分钟。咱们暂停五分钟啊，五分钟之后再来看比赛。你可有许多选择，但冠军只有一个。以爆球杆专注黑八，赢家选择。选择乔治不后悔，乔治的案子确实好，都在打乔治桌。职业选手对乔治是很，乔治球台是最好的。我特别喜欢在乔治球台上打球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就是一个字，特别爽。我在北京，我在沈阳，我在福州，我在长春，我在宁波，我在陕西，我在涂窑。我喜欢乔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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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喜欢乔治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治，中式八球领导者。他是我的眼，带我看球房的一切，手机实时查账，开台状态一目了然，明细清单想查就查，可一操作及时推送。手机管球房就选优管家，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。球星签名礼品，会员充值礼品，俱乐部赛事奖品，球迷收藏佳品，尽在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纪念品商店。
球房想拥有这样一套新颖而又有趣的高科技产品，请拨打400-6060-147。比赛继续，第十局，王菲开球。短暂的休息过后啊，咱们再回来看比赛。第一阶段呢，王菲是2-7落后五盘球。咱们从21号啊到今天24号，这四天啊，所有的败者都是有机会啊参加明天开始的复活赛。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球在5点，全部打完之后呢，7:20会有一个抽签，也就是从明天开始的败者组的复活赛，最后再打到27号啊，决出15名球员。今天的比赛全打完之后呢，就会有16名啊球员产生啊。加上27号决出的15人，共31，再加上咱们全年的积分排名第一的郑宇波啊，32位球员晋级年终的总决赛。这杆角度叫的还是有点大啊，就是叫3号呢，灯杆没打出什么效果来啊，杆法不够高。底杆从上往下又出问题了，2号中带底带。还是要保总啊，
宅商去白球，比赛时间已过半，看看左边示意啊有没有的打。还是觉得这个球啊有点别扭啊。首先是局面呢不是很好，右边13，左边一个15，到底要怎么打，需不需要 K？13 K 下来，9号又过来了，花球还是有难点啊，而且不止一个位置。首先来看这杆球的选择啊，上方12号打进，左边有中带啊，中带这个角度你可以留成一个 K9 或者向下啊叫15，直接没进，这杆球打得有点快啊。张广豪打这么快的时候还是比较少，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稳。左边底带，这白球的吃库位置很关键，九号下边一点点，还是打薄。要做防守。接着大力解没解到，自由球。从目前这个位置来看啊，主要就是12号了啊，也就是他现在身下那个中带附近的贴库球，这个角度啊有机会 K， 直接下来啊，左塞再上去顶到12，好球。再打进带口这颗球，向上交位啊，有把握把15啊现在就打掉，要不然就留着啊，做一个后面叫黑八的也是可以啊。身高臂长啊，侧向一趴就可以了。再来啊，9就要15，左边中带上方啊，轻轻弹库起来啊，稍稍下点低杆，力量不要太重，尽量叫一个打完15之后白球向右边走的角度，这位置还是比较直，打进即可啊。8号带口，再来站位，这球发力真的是没有必要。打的时候，我个人也在想，这球是不是还会稍稍的发力灌一杆啊？因为第一阶段最后一盘，
张广豪呢也是稍稍秀了一下杆法，这杆球会不会发力惯？直接翻带防一杆，没得打了啊！再来传，还要做啊。这杆呢，从屏幕的左上角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两到三库，左上角两库，再下来右边带口斧进一库，两到三库来解这个十五号。还是没解到，犯规，自由球。二号如果够打的话，这杆打二是有机会把十五号跟黑八这个位置稍稍处理一下。这个角度摆的就稍稍有点不对啊，而且高杆发力没 K 到，这杆球先手现在就有点被动了，基本上打对方球就要进，是个自然角，打完黑八放哪儿，白球上放哪儿，要想清楚，一方一或者直接拼了啊，都可以。你要直接打，这 K 八应该不会发力惯了。第十局，王飞胜，比分3-7。时间还剩下41分钟。已经是两次，不允许免球。十一局，张广豪开球。已经是两次去征求王飞的意见啊，是不是启动快速模式？底带一个，王飞可能也觉得啊，两个人这个风格。快速模式自己也不一定占什么优势，所以说不用启动了。
带，二号基本啊也把问题解决掉了。我这杆球看角度，打六，也可以先把二号解决上去啊。不过上面这个五号球还是一个很难的球。稍稍打厚了一点点，看角度。叫我尽量不要叫直，稍稍有一点角度啊，可以直接发力蹬啊，或者高杆走两库。那高杆呢，如果走两库啊，不需要太高，中高杆就行。下低杆吗？又在两库，还是有一个表演的想法在里边。秀一秀杆法，也确实啊，这个球打得很漂亮。第十一局，张广豪胜，比分8-3，开球青台。12局，王菲开球。插球有球进，中间有两颗。首先来看一下王菲选球啊。如果左边中带现在就可以打，打五可以交二，从二交一再下来。球稍稍有点靠后边啊，这个黄衣还要看准度。再弹起来，
到九，看右边啊，六号球的一个角度怎么样？剩下四颗单色球，四号这个位置还是稍稍有些尴尬啊。叫白球位的时候，一定要叫的稍微好一点。它的下方跟右边分别有两颗花球，有可能影响它的一个白球行进线路。一点点角度的六号，想叫七啊，要发力蹬。叫四，这个角度可以用右塞高杆啊，旋转需要下的稍稍多一点，叫到右边中带上方。白球还可以啊，够不到可以用小后把。进黑八，四比八。第十二局，王菲在最后一分，四比八开局进来。没有迪瑞克斯，你敢说自己是职业玩家？想躺赢，就用迪瑞克斯。拿不到五杀，一定是你的姿势不对。迪瑞克斯，随心而动。NTT 俱乐部指定电竞座椅 DX Razer。 乔氏可以分期付款了，详情请咨询400-6060-147。乔氏可以分期付款了，详情请咨询400-6060-147。乔氏可以分期付款了，详情请咨询400-6060-147。乔氏，中式八球领导者。第十三局，张广豪开球。开球时机。开球时机，王菲可以选择自己进攻，或者重新开球。这也是张广豪的第二次开球时机了。你重新开吗？重新开球。选择重新开球。
十三局，王菲开球。炸球有球进，白球现在这个位置左边有一个双色球的中段，应该是一个十五号啊。单色球选球，红三也是一个薄球啊，在带口。十秒，花球扯起来，右边有中带，这个位置可以的话尽量先打，把右边的十三打掉。十二角度啊，可不可以打进的同时，白球向上啊，左上方九号这个位置啊，稍稍去顶一下，一点点角度啊，中高杆发力蹬。杆法稍稍高了一点点，再薄啊。可以直接把十二号薄进，白球两扑过来叫球。这杆薄球也是没太敢下低杆右塞啊。仅仅就是两扑薄进，所以说现在这个白球位置不好。如果拼的话，只能再拼翻棕了。白球走两到三扑上去，直接拼一杆长台，这一杆准度还是不错啊，真的不错。现在这个白球位啊，没什么好打了，时间还剩下二十八分钟。直接翻，左边线往底带借红三粒，借进啊！这颗球翻的啊，可以。那再来看九，还要再拼。如果够打啊，一定要下右塞低杆啊，比较强，两库上去。因为黑八这个位置来看啊。左边中带是有可能有，如果挡住的话就直接走两库横着走，黑八就叫他现在站位这个底带，右上角底带啊。
还有两库叫底带，位置叫的不错啊，但是这个球确实太难打了，又要发力，又要走两库，还要下低杆。张广豪的节奏啊，明显也是加快了。两库下来，二号可以传啊。看角度还是有点直啊，给低杆拉回来，可以把左边上方底带。什么情况？难道说自己低杆好就要这样打吗？有想法啊，有表演的想法也是不错啊，但是一定要赢下比赛。翻底防守，挡带口没挡住啊，右上角肯定有打九号。借了个薄边，再来看黑八，八号球底带，5-8。第13局王飞胜，比分5-8，谢谢。14局，王飞开球。中带有球进。白球还是有点太靠上了，选球的时候呢有一定难度。
干两个球，再创造七。现在十号呢，也是没有什么好打了，最多也就只能借六号力进右边上方地带了。但是这个球太难了，而且距离还比较远。十秒，嗯，再瞄，应该有这个想法啊，要尝试。四、三、二，没接到。确实，除了这个球之外呢，其他也真的没什么好打。先保进一颗 K 刀四，就算是把七打进，这一四也没什么好打。打包边 K， 也是要稍稍控制一下啊。分差现在还剩三分，时间还有二十分钟。稍稍厚了一点，这样的话有机会了啊！看看张武豪能不能赢下这场球，这一盘拿下，又赢下这场比赛。号打进，可以高杆过来叫四，也可以叫七。四号打进，七号过渡黑八，黑八如果左上角够下的话，直接叫底带就可以了。中底带都可以啊，准一杆不犯规。还要下低杆表演吗？恭喜啊，恭喜张文豪拿下这场比赛。然后王菲呢也没关系，她有复活赛啊，败者组今天晚上7:20抽签，明天开始打。咱们下一个时间段啊，就是今天最后一场球将在5点开始。好了，这场直播先到这里，咱们5点再见。